希望你可以帮忙家人做家事。那如果都是你在做，你也可以带着你的家人一起做，你的小孩、你的伴侣一起做，不要一个人这么辛苦。那是大家分工一下哈，就是我们只要先打下家事分工啊，性别平权。烟呢给消起来，或者我也可以在外面先消。好，削好了边以后，把这个剩下的东西就往里面丢。我们第一支花就是插短的，插短了我们就大概剪这样就好了，这样短短的。好，你看哪一面比较漂亮，你看它这样子看，那这支花也是一样的哈。我们不用再涂胶了，有点斜角，斜角啊，斜角。那这个叶子呢，我们就补在玫瑰旁边，就好像今天这个玫瑰又把它组合起来的感觉哈。好，那我们胸针要插在这个区块。你看我们这个区块来讲，因为小花我们通常是压低。那这个是等于说它比较长得比较高体，所以我们会插在这个区块，这个区块比较空哈，所以我们插这个区块哈。等一下，一下呢稍微压低一点点。好，你看看这样子是两只松针就好了哈，你看看这两只松针就是这样完成的哈。那剩下两段呢，你在旁边绕啊绕都可以，这个就让你们自己去发挥一点想象力哈。那剪掉一点哈，我就插在这个地方。睡哈。你要用直啊，阿光姐，你再用直一点，弯轻点，直接弯。